好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说两句一下，这来记者啊，记者来。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李东山古堡的这一块部分。现在是我们是介绍的这位，这个平常在三年里面游走的这个车选手。他今天呢要准备要攻顶李东山古堡，好不好？他今天所选用的这个装备是这个 DT-15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改成66钢R6活塞。还有飞越李东山，这个游董不愧是这个技术车的选手，对，飞过去，好吧，来，接下来就是看那个，请哥说两句啊，好吧，苏馆长，精神点，一起搞吧，够老找我。牛都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5加仑以上，牛是跟前，正好是。好了，水哥，来嘛。我水哥啊。好。你又水哥。是讨厌的小东西。是讨厌的小东西，不来了。不来，那赶快去啊。好了。斗争古堡。哎，那古堡会不会很远？不会，赶快上。妈的，公里了。对。完美，轻轻松松哦。我请尤董说两句。